这一觉睡醒，下午4点多吧。一觉睡醒，打开手机一看，今天是花呗的还款日，1240块。先还个最低还款吧，787块。天气好冷啊，先把垃圾扔一下。前两天还可以穿短袖，现在外面的温度是只有6度啊，好冷好冷啊。外面太冷了，还是来网吧坐一下吧。刚从网吧里面回来，外面太冷了，先躺一下吧，躺一下再叫份外卖。点了一份外卖啊，点了一份小炒肉，还有一个大白菜。这小炒肉太香了。